姐，我们一起玩吧。给，谢谢。少爷，那妞不太理你呀、啊。你不懂，这女孩越不理你，就说明越在乎你，这叫矜持。泰桑，东南亚最大的制毒集团的头目，这几年一直向我国走私海洛因。关于他的行踪，我们一直没有准确掌握。然而这一次有个机会，此人黑霸近年崛起的贩毒团伙，控制一批境外的难民在东南亚各国运毒。然而最近他在我国边境一带活动，具体情况李国生同志在负责黑霸的情报分析，请他介绍一下。是。黑霸的情况我们了如指掌，情报显示黑霸和泰桑有仇。近日黑霸在马布国绑架了泰桑的孙子拿卡，要泰桑用毒品交换。据说泰桑已经同意了黑霸的条件，亲自赶往交换。情报还特别提到，黑霸同时绑架了一名女性游客。各位，这是我们离泰桑最近的一次，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。李国生，到，先派你
卧底黑霸团伙和情报人员接头，掌握泰桑的详细情况，一举打掉泰桑和黑霸团伙，给我国和东南亚人民安宁的环境。李国生啊，这次你孤身一人潜入犯罪组织，可以适当的伪装一下性格，任务艰巨，但你要记住，你是为人民而战，为祖国而战，必须完成任务。保证完成任务。保证完成任务。怎么样？上级这次派我来，主要是让我深入黑霸集团，然后……你看你那个样子，虽然头发和形象倒挺适合，但是你神情太严肃了，像杀手一样，知道吗？你看我这样行吗？差不多吧。是文雄。文雄旁边什么人？应该是老大派文雄找到杀手。你去试试这人本事怎么样。刀放下，林子贤，自己把刀放下。我让你把刀放下。这谁啊？这是老大让我找的杀手。我叔叔不会让来路不明的人加入的。加不加入是老大说算吧。怎么样，可靠吗？怎么，你也看不出来？这人功夫不错，只不过……只不过什么？只不过他是文雄找来的人。你是怕他抢了你的风头？保护叔叔是我的责任，哪有什么风头？你的忠心我知道，弄完这一票，杀掉泰桑，这帮兄弟交给你了。叔叔，以后可别这么说了，兄弟们都听你的。把他叫来见我。别吃了，我叔叔要见你。Ugh!
饭没了，跟我去见我叔叔吧。我这里就我和徐峰维护这些东西，这帮蠢货把命的东西都不在乎。刀口上舔血的人生死早就不在乎了。听说你是职业杀手，来我这儿为啥？一两颗脑袋的小买卖杀得不过瘾啊。好，有种我就让你爽翻天，完了我还有重赏。那就谢了。世界是你们年轻人的了，叔叔，你还真当年，兄弟们都听你的。我只想给丫头报仇，完了我就退休。太仓的雇佣兵，他行吗？再安排些兄弟。我亲眼看看。呀是吧呀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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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你是中国人？是。叫什么名字？不错啊。明叔，你放心吧，
我爷一定会来救我们的。大家放心，再做一次我就让你们自由生活啊。你们害死了我弟弟，你们会下地狱的。小姑娘，这人呀早晚都是要死的，再说你弟弟又不是我杀死的，他是被饿死的渴死的，就是被你们害死的。呸！放饭吧。是。让新来那小子把这丫头做掉，看看那性子够不够硬。把这饭赶紧给他们送过去。是。我要喝水。老饿。大家别急，每个人都有。啊，给您。吃吧。对，那姑娘。到这儿，完事了。李国生，到！你是为人民而战，为祖国而战，必须完成任务。保证完成任务。动手了，等什么呢？你不是一觉得一直都不过瘾吗？你行不行？不行我来。你他妈再多嘴，老子先一枪崩了你！来。你他妈拿空枪耍我！来，看到那边了吗？
一直往前走，穿过这片树林，你就能看到人了，就能出去了。你究竟是什么人？我是什么人？我他妈就算不拿枪，我也能弄死你。但是我从来不杀女人和小孩。做得很好，明天会给你安排任务。好。这小子办事挺干净的。文兄找的人我还是放心的。哎，叔叔，你刚才说明天给他安排任务，咱们的计划提前了吗？看那泰桑啊，还是很爱惜他的孙子。刚才通知我，就定在后天。怎么？啊，那后天那个女孩怎么办？喂，他们都叫你峰哥，你叫什么呀？徐峰。徐峰。来这儿很久了吧？十几年前是我叔叔收养了我，如果不是他的话，我可能早就饿死了。哎，煮饭那姑娘就照片上那女孩吧？照片上的女孩是我叔的女儿，叫小英。那是我女儿，被太仓杀死了。小英死后，我叔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。这次我们找机会把拿卡给绑了，顺便把那个女孩也给绑了。竟然长得跟小英一模一样。你跟她很像。多大了？23。哪里人？中国。中国。你放心，我不会伤害你的。他发誓一定要把泰桑给杀了。我跟你说这么多干什么？
引爆器在哪儿？你把自己保管着的。好，我会报告给上级。来呀、啊！快点嘛！不要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来，来继续炸！等等，你们听到什么没有？什么声音？我听见刚才有人。放了个屁！Dirty monkey. All cleaned up. Guys, let's hide the rubbish. Tomorrow we'll meet the guest. Okay. Oi.这是小女孩给你的，我又用不上，拿着吧。几个意思啊？看不上我是吧？来，比划两下。谁跟你比划？自己玩去吧。我们很快就要去工厂，这是抓泰桑的好机会。工厂里面有炸弹，需要拆弹专家协助。人命关天，泰桑工厂的炸弹稍后行动，以人质安全为首要任务。我们马上从国内出发，你配合解救行动。
我跟泰桑的恩怨。做梦我都想着怎么杀他。今天这一票大家用点心，事成之后我分一半，你们分一半，怎么样？好好好好。准备一下，20分钟之后出发。别碰我。别动，收点啊。麋鹿，别怕，没事的，我会回来救你的。别动。有，你要干嘛？我想让你帮我在黑霸那儿遮掩，我先回营地救人，等会儿去工厂跟大家会合。这件事要是让我叔叔知道，你就死定了。这你不用管，我有自己的办法。同志们，马上展开解救人质行动，对方可能有20到30人在留守营地。为了确保这次行动的顺利完成，我有2点要求。第一，对方全副武装，火力凶猛，必须保证人质的安全。第二，大家要有高度的作战观念，灵活处置特殊情况，不惜一切代价保证完成此次任务。同志们，能不能做到？能。我相信同志们，请大家记住，我们为了祖国而战，为了人民而战。李国生同志，我们与一旅会合，营救人质。我时间很紧，马上行动。
个头，往左右，向丛林跑。是你，回去吧，你安全了。你要去哪儿？我要去完成我的任务。那拿卡呢？也要抓吗？你男朋友啊，他很干净，没事。哎，他才不是我男朋友。那小子呢？他先藏起来了。你上去看看，文轩那小子是不是睡着了？好，走，大哥，快点！老板，我们准备好了 ，Let's go。先生，不要误会，我主要是害怕哪个公子到处乱跑，这很不安全，多有得罪。还不快松绑！海霸，我同你早已断绝来往多年，你为什么突然把我孙子带走了呀？哎呀，误会啊，太仓先生。我实在不知绑的是哪卡公子。得知他身份后，我真是寝食难安。我黑霸再胆大，也不敢得罪太仓先生啊。不如借机，咱们做笔买卖。我黑霸呢，多出些钱，买点您手上的货，算是赔礼道歉。
我倒是不缺钱呢。这我也知道，所以呢，我也没带钱。林爷，救我！这样吧，钱我不在乎了，只要把我孙子放回来就行。果然大气，不愧是威震东南亚的太仓先生。现在可以放人了吧？爷爷，他们绑了米露，你要救他。哎呀，说起那姑娘，我突然想起来了，应该是6年前杀了我女儿。太仓先生，黑爸可就这么一个女儿啊？啊？你什么意思？你问我什么意思？我要太仓死，今天就死！给我杀！
说说，国生他一直都在帮我们。他没有问题，是你有问题。我一直把你当儿子对待，想不到你竟然会骗我。来呀、啊！
这小子有点本事，打！你们有信心吗？ Sure. We just need to wait for them to attack. 别担心太香先生，只要我们不射，你游泳是安全的。你们已经死了一个了，我们可以安全顺利回家。撤！好，走！
在储物罐下面装了炸弹，一旦爆炸，这里都会被炸成平地。引爆器在哪儿？把自己关在炸弹。留在中国做个好人，以后就不要回东南亚了。爷爷，
马上安排爆破专家过来。没有时间安排专家过来了。那你的计划是什么？赶紧安排同志的事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看你。